他有很高的收入。他看来很健康。他停下来等着，回答。他修理了他的房子。他建议搞一次野餐。这里有个礼物送给你。多少钱？我赶上了最后一班车。我简直说不出话来。我的事是这么做。我为你感到非常骄傲。这没有意义。请不要拘礼。我的车需要洗一洗。与你无关。一点声音也没有。习以为常。这条路在这里分岔。那些是西瓜。今天天气真好。你哪里不对劲？你是个胆小鬼。好天气，是吗？他在筹集资金。